位于荃湾西的珀澳湾，沿海滨长廊而建，正对南巴勒海峡。同时屋苑被荃湾公园和海滨公园包围，可以说是闹市中的小绿洲。2018年入伙的珀澳湾由 T1AB 座和 T2AB 座组成，合共提供约983伙标准户。屋苑提供了区内少有的开放式单位，其他户型还包括一至四房，连开放式在内，户户设有露台，但厨房就有分独立式和开放式，准买家就需要留意了。 A 翼单位普遍较大，享有开洋海景，尺价一般较高，而 B 翼主要是望内园和区内市景。住客会所以游艇和海洋为主体，概念新颖，而且设备齐全。屋苑旁边的荃湾体育馆提供多项康乐设施，加上海滨长廊为伴，适合注重健康生活的人士。屋苑距离荃湾西站只是几分钟步程，而且去多个商场和民生区都是10分钟左右，非常便利。